帅了吧？当然了，他是我的现男友哎。啊！我前男友后天结婚，居然还敢邀请我，怎么办？跟着我。这个世界没有失恋，只有丧偶。你怎么又这么不修边幅的出门啊？每次叫你出来都这样。我们俩是闺蜜嘛，又没外人在，无所谓啦。完了，他怎么在这？谁呀、啊？他是？他叫奶冻，是我们学校男神。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遇见他？交给我。你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怎么样？奶冻在等他妹妹去看电影，可是他妹妹临时有事来不了了，他就问我要不要去看电影。然后呢？我说我跟你在一起，他就把两张电影票都送给我了。Hello， 救救孩子吧。那我去趟洗手间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觉得还不错啦，他说我是他的理想型。我也觉得挺好的，你们先相处试试呗，我也去趟洗手间啊。就长那样，要不是看他家里有点钱，我会跟他来相亲。跟我来。我是有钱，但你配吗？哎，正正，好久不见，和朋友在这种地方吃饭呀？哎，佩爷，一起坐下来吃点吧。我可不吃路边摊，我是来面试的。哎，你要面试这家公司啊？我跟你说，对呀，这家公司呀，对员工各方面要求可严了，可不要这种吃路边摊的人。不是，我是想不跟你在这浪费时间了，面了可是经理，耽误不得。别跟他解释了，交给我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您不是下班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本来是想告诉你，我闺蜜是这家公司的老板，奈何你狗眼看人低，让他下周一不必来了，我们公司不需要这种。嗯，好的。